喂，大家好，又阿 Ben 爷，趁而家咧个天咧冇咁晒嘅情况之下啦，我哋咧就嚟迪士尼乐园，睇下疫情之下嘅迪士尼乐园咧究竟有乜嘢唔同，同埋啲咩新嘢玩啊？真其实都唔系太多人啫，可以啊 ，OK， 唔该。阴阴天嚟玩咧，好过晒得太紧要嚟玩啊！基本上咧唔需要点排队啊，好快就到嚟啦，星期日。OK， 唔係太多遊客啫，就等佢咧。而家咧個天氣咧冇咁曬嘅情況之下咧，出嚟玩下行下嘅。OK， 咁啊，亦都嚟探訪翻呢一個兩年都未嚟過嘅迪士尼樂園啦。今次嚟講同上一次比咧，因為上次係2019年嚟啊嘛，基本上咧好似翻新過，啲鋪頭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啊，好似新淨咗嘅感覺。咁啊，仲有咧就係好少人啦，你睇下條山冇人。點解呢？係因為咧，今次嚟講咧，係今晚去到7:30嘅啫，冇煙花嘅 ，OK， 去到7:30，咁所以咧玩嘢玩少咗啦嚇，但係咧就人鬆咗話，基本上 ，OK， 我哋睇下咩玩，城堡靚咗好多，你睇下，靚咗好多啊，新嘅，哇，正啊，细个时候嘅梦想啊，可以坐喺呢度 X-wing 上面啊，翱翔宇宙，哇，犀利啊！呢个犀利啊，系1:1 X-wing 喎，吓，正玩游戏，我正啊！平时咧呢度咧要排队啊，排好长啊，而家系冇人啊，直入系直入啊，哇，正唔使排队啊！第一次玩啫，第一次嚟呢度玩。我哋玩第三次，非常之好玩。第二次玩啦，第二次玩坐车头咧，刺激好多啊！所以咧，呢个几难得，你可以直接玩两次，冇人排队喎，大佬。俾你包车喎，系包车喎，开心啊，真系好正。好啦，我哋玩啊下一个刺激嘅游戏。最中意嘅 Star Wars 嘅激光剑嘅一个表演咧，因为疫情嘅关系咧，冇咗啊。我哋又嚟玩下我最中意嘅 Marvel 啊 ，Ant-Man 啊，睇下正唔好唔好玩先 ，Ant-Man，Let's go。又系冇人排队喎、以前呢个排到满晒，梗系冇人排队嘅。哦，正啊呢、這个！好，玩啊玩啊！我有计分嘅，即系你会射中一样嘢咧，就解次分。哇，唔正啊！嗱，我真系唔建议咧，年过10岁嘅人咧嚟呢度玩嘅 ，OK？ 太闷啦，真系太闷啦吓！瞓觉都嫌佢太短啦。OK， 我哋而家睇埋咧就系 Iron Man 啦。希望呢度咧唔好咧我瞓落啊，希望刺激啲啊要。哇，又系冇人排队啊，冇人排队啊，见唔到 ？Favorite，my favorite，Mark One。你会迟20分钟，
哎，咪攞你啦！好啊 ，OK， 坐中间位。哇！大家唔使惊，我哋一齐。整个机舱咧系上下前后咁样压嘅，基本上咧系个速度感系俾到你嘅。撞埋个挡风玻璃嗰阵时候咧，咁样挡风玻璃烂咗噶嘛，啲风咧就系吹入嚟噶嘛，佢咁啊真系有风吹入去嗰个车舱嗰度嘅，所以咧成件事系好真实啊，好好玩啊！但系迪士尼要做足准备噶啦，嗱，水就一定要带支噶啦，如果唔系咧，呢度咧吓喺迪士尼买水咧。$28一支啊！妈妈集机，好得意啊！垃圾桶啊，食讲嘢。祝你生日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我发首生日歌送俾你啊！好快，拜登蛋糕哥跑得好快啊 ！AI 人工智能啊，好犀利啊！拜登蛋糕哥，呢度咧系啊，我觉得好过瘾啊，因为咧将个人缩细咗咧。好啦，点解我要嚟呢度呢？因为我就想挑战呢个悬江乐山嘅，好刺激嘅，又系冇人嘅，冇人嘅，十分钟嘅啫，排队排十分钟到就可以嚟呢度玩啦。我准备起飞啦 ，Go！ 可以俾我哋去。哇！好惊啊！哇！嗰个离心力好犀利啊！哇！抛一抛你啊！呢个位哇！嚟一次！哇！哇！哇！呢个劲啊！哇！哇！呢个劲啊！冧尾啊！呢个犀利啊！真系好惊啊！有离心力啊！得呢只 game 咪可以有离心力俾你玩嘅啫。好啦，呢度咧就系河流探险啦，玩咗1000次都有噶啦。点解都仲想玩呢？因为咧我今日呢个装束咧，直情系冒险家嘅装束啦，所以咧呢个一定要去玩，趁翻个景噶嘛。咁我哋一齐去探险下啦 ，OK？ 但系都唔系好多人嘅，好少人嘅咋。等候的时间是一样。有雨啦，就坐咗边，冇嘅就坐咗。欢迎你哋，欢迎你嚟世界文明嘅三重塔楼，知道要坐好，唔好企身啊！所以麻烦大家嘅手啦，大家最长嘅蜘蛛啊，小心啲，唔好中手，最出去有危险啊！啲蜘蛛咧，大家好快又闻到啦，嗬！记得啦，就好似喺一个全星星嘅上帝下福啊！都幾好玩啦！你要有個童真喺度，或者咧你要係感覺到你自己係真係探險嘅感覺咧，咁啊好好玩嘅。即係你會係啦，即係你有陣時你玩嘢咧要投入啲落去咧，其實咧好玩係唔止一倍嘅，好玩係100倍嘅。彩虹叫咩多啊？好清楚啊！我第一次咧见到彩虹咧，真系七色咯、啊！好清楚啊！我们对此深表歉意，并希望大家在香港迪士尼乐园会有愉快的一天。重复宣布，一路到呢度。寻梦奇缘舞台。
好啦，今日咧玩得非常之尽兴嘅，非常之尽兴嘅。我未曾试过咧玩机动游戏系玩得咁尽情嘅吓，因为咧你见到咧就系、是、我玩咗十次 Space Mountain， 超过十次 Space Mountain 系极过瘾嘅，即系我中意玩嘅嘢咧都已经玩过晒啦。唯独是咧就系冇咗一啲大型巡游，但我都唔系好中意大型巡游嘅。对我冇乜影响啊。冇大型巡游咧，冇咗睇一啲小型嘅 show 啦，例如 Star Wars 嗰啲 show 咧就冇咗啊。咁呢啲都唔太大影响，因为我嚟到多数玩机动游戏啊。行下 hea 下，咁啊唔使晒，但系落雨啦。咁啊，基本上整体嚟讲好玩嘅，人少咗，系餐厅收咗，到都冇影响，因为我都唔喺嗰度食嘢噶啦。OK， 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咧，玩得非常之愉快，六个钟头过得好快，觉得好开心，好满足，仲有彩虹体吓，咁啊好正啊！咁打仔第一次咁近距离睇到一条咁清楚明确嘅彩虹。好开心 ，OK， 咁啊，行过大街之后咧就翻屋企啦，今日就过咗一日啦，好开心嘅。好啦，咁啊 ，Ben 爷介绍到此为止，如果喜欢段片，麻烦俾个 like， 如果喜欢我呢个 channel 嘅，麻烦 subscribe，Ben 爷会继续制作更加多有趣片俾大家，我哋下一段片再见，拜拜。